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来报时吃，啊，恁遐咧有遐报时啊，咱都，咱若八年轮流安尼来咧吼，哎，恁的功德有量咧，托你讲，哎，天公落来要来这地方要祝福，还是要掠人，那托你讲应准咧，哦，咱这个土地土地公的，感恩咧，啊，小小一点钱，但是也得到大功德，再来，咱立相的法则。好、哦，头前你看，长得足水的，啊，头一个山梁啊，安尼来中一个溪门那个来，哦，这个呢叫做朝天水，朝天天顶的水全流来，直接来，叫什么？朝天水，也是当时啦，咱若去向安尼，向这山轮啊来，山梁啊来。叫做对立、对立，哦，你所拄到的大事未顺，啊、哦，假使你去对到对面迄个山头的时，嘛是对立，哦，伊较强，咱较弱，山河大地就较强啊，哦，咱较弱，假使呐，咱来徛吉凶安尼，会绝顶，啊、哦，咱来凶安尼，会出恶霸。啊，恶化了嘛，十点又无人要进来。哦，阿妹，即嘛是十点，所以这两个拢袂使你嫌起厝共抢，你说哦，双阿公了，那就袂通，好吧？啊，向这里咧，向这里落乌，哦，叫做朝天水。这支山，规支山叫做人生，叫做舞曲，舞曲车，舞曲个牵挂。啊，乾为天，所以官官啊，哦，所以天乾卦是金，五喜金，金生水，金生水，叫做朝天水。你看这个形，啊，这水呢，落过来，哦，水的朝天水，哦，也是讲咱起厝，迄个未起了，那不啊起厝，迄未起，迄叫做怪阳。在内面那边叫做怪阳，咱向出去就是朝天水，也叫做开面、开面。咱人爱面有开，啊一个开开，啊你也甲咱向遐，我都高音滚头舞，遐就一直一个人安尼啊嘛。哦，你要正手，你嘛袂向的；倒手嘛袂向的。你向倒手摸咧，咱嘛抢门刀。哦，正手摸咧，咱嘛抢门刀，拢袂使。向这个心外窟啦，这个面向这个面叫做有开面。所以咱的山，咱若要起厝、起工厂、起庙、去徛街、去道场的时，咱若要向过咧，一定对面要有一个开阔、开阔平的面，叫做有开面。开面者就有灵，开面就有灵，开面就有人，有人就有情，啊，就有智慧。若是若无开面呢，迄就高音，高音就平。啊，你对着山梁啊，一粒对着迄个呢，你对着
咱对着所拄着拢平人，哦，拢是成败以后抓的人，成败以后抓的朋友，哦，也是咱做了客户，啊，咱要开工厢，啊，咱若要向对对面一个山仑啊嘞，你所拄着的人，拢拄着成败的人，成败，啊，成败以后抓。哦，阿摆呢，咱啊大概就拍感情呀，所以咱啊要向出来，啊向出这个哦，有开面来就有情，就有情有地位，意思还知无？知。哦，就无耻哈。啊，无耻呢，左仆右皮，左仆右皮，啊，左仆哎，啊，迄、那个星体呢？较无啥偌型吼，但是倒面爱有山，食面嘛爱有山，山呢爱像举旗鼓啊，结果伊只有颠倒行，平平无旗鼓，哦，较无棍就对啦，较没有棍，哦，假使你徛家风水做伫遐，哦，就是你甲你孤军奋斗，哦，甲你即个呢，你有无呢？甲你到出点子的人有，哦。啊，甲你斗拍拼就无啊，就没有了啦。哦，甲你斗强哦，迄就无啊。所以左辅右弼中间是咱的五曲星，啊，这点呢，你地理已经有，来这草案呢已经有八成，有八成的这个啊，也迄、那个山水啊，迄法则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庙呢，当时也开安尼嘛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啊，注意呢，对面啊，要起厝起伫倒位呢？你看，左山来，向西来，中来，安尼来。哦，五曲，右来，搁一五曲，搁开着左山、右山呢。啊，那么若是这，咱一地里点伫倒位呢？伊伫溜啦，那无呀？你那无咧，一丛树啊，圆圆的，我白白的啊。好，遐有一点地理，啊，遮起遮厝地理会溜啦，啊，遐一点地理会用起厝，但是迄点的地理是虚的，啊，迄叫做挂羊，孤阴挂羊，咱去伫龙啊顶。成败如何抉？啊，你若去到无底，成抉如何败？是安尼，所以迄点就是土地公的，咱的福地公福德正神的护法，的朝拜的护法神名，咱就袂使恁去起厝伫遐。哦，迄就相当。而且后壁山悬，哦，山悬过来就水深，山悬水深。人面鬼心，你所拄到的人，拢人面鬼心，拄到的人，拢就属于较即个，拄到小人啦、啊。哦，所以咱第二要起厝真要紧哦。后壁山足悬呢，哦，羊迄伤悬 ，plus 我无是压势伤强，咱福报无够，无够的时啊，咱就顶个皮皮抓。哦，啊，过来搬到遮来，水又深。哦，只要深食袂到，咱水的法则看得到、喝得到、摸得到、看会到、食会到、摸会到，安尼才有迄、那个。啊，结果迄、那个你甲遐内底啊，水够深，人面鬼心拄着的，哦，所以迄、那个呢会食袂到。啊，后壁山遮悬，哦 ，plus 伤悬，结果规个翕咧，翕掉呀。啊，翕掉咧！啊，土话讲未出头天，好看。那孤单的阿罗汉，伊啊修行做道场就可以清修，可以清修。哦、啊，后摆你若要去去清修，用倒来清修。哦、啊，高老师就对啦。高老师。哈、啊，哎，高老师嘛未歹，会升分嘛未歹呢。啊，不过，哎、欸，后壁伤悬，啊，后壁伤悬，哎、欸，啊，下面遐厝不错。遐厝边接到遮灵气，对吧？啊，后壁遮都不错，遮灵气来拢有拢接到，啊，所以资本这个所在呢，虽然啊，你这唔是讲真大局，啊，枝枝节节拢有结合，啊，
也叫做山明水秀啦。好、哦，要再来，咱徛个水啦，哦，水咧，啊、哦，咱头前水大声咧，啊，这个不是讲真正好就对啦，不过比无水较好啦。啊，啊，咱的水咧，啊，比如讲，啊，咱水下下叫，啊，下叫只，啊，咱起厝来向安尼，起厝向安尼是。好平水啦啦叫，哦，这阿伯出来查某囝呢吼，哦，跳跳，啊，车别别，拢袂用偏去，你放心，啊，到尾啊吼，啊都，到尾啊咪含伊囝坐坐等下娘家住，哈哈，安尼俩，安尼，啊，就是讲，哦，咱就向出去，啊，向再去。用水哈哈叫咧，啊，查甫人哦，一定少人闲咧，做太太你爱忍耐。哈哈哈！哈，这拢是风水法则，叫灵验的啦。哦，咱的逻辑法则嘛，风水就是逻辑法则，哈，统计学到逻辑法则，诶，一个成果出来。哦，假设咱啊公司，啊，咱啊诶最强下卡。哦，嘿嘿叫，那滴向出去，水上下骹嘿嘿叫好命嘞。吼、哦，阿伯嘞吼，这个公司内底嘞，查囡仔一个比一个搁较心搁较乱，吼、哦、啊含乱到要含抛个心嘛，煞乱落，吼总安尼来。啊，你也是，啊、哦、是，迄个水上嘿嘿叫伫两边个时啊，啊阿伯嘞，这公司的头家嘞心乱，啊头家家己去外口乱，吼、哦，这拢是有时候。佛啊，那那个老祖跟他讲，当你为大错大误以前呢、啊，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人的是非，为什么？你不了解嘛？以前安尼，那人了解风水法则一惊一摇的，哦，完了都安尼，你要帮他忙很简单吗？那就可以改呀、啊，直接还利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法门呢，那来知一切法，啊，那才袂做考验。那无咧，伊一个人怎么样？伊因着大的环境，莫可奈何啊！家己自己没有办法来抵触环境的事，所以有遐问题嘛。那么咱知啊，我们就给他同情，啊，同情他，可怜他，帮助他，安尼时我们就能圆满，好吧？好。哦，那这里咧，啊，福林宫，福德清神啊，东西咧。啊，这三尊啊，福禄寿经呢，福禄寿啊，我阿强，我们一起到大武山啊山里面去开天的时啊，哈、啊，足欢喜的啊，因为啊，当时好多亲戚家啊，三千六五票嘞，啊，伊伫遐嘞，啊，伫遐等，啊，我你等偌久啊？啊，伊讲我等三千六百万年。哦，三千六百多人台湾，有台湾啊，但是啥物形象唔知。好、哦，那啊是因为安尼咧，好、哦、啊，福禄寿咧，伊讲啊，我讲啊，这个福禄寿的寿星咧吼，哎、我把这关举行，你讲变能力也好的话，啊我过来，我身体用到这时阵，无我早就拜吼。好、哦，那么就感恩人家。福德精神，好、哦，那叫我今日会甲各位结缘，已经整整25年啦。好、哦，我们家哎，一家呢，即阿兰啊，台中班呢，来个的，啊，你叫陈月啊，啊，朱伟，朱伟啊，朱伟，我想朱，我头先咧吼，即咱红红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咱是红红的，咱也方便来插做深绿色的，好、哦。像像安尼咁款咧，深绿色，哎，深绿色咧，吼，还较袂遐艳，吼，较袂艳，即变成血性旺呀，血性啊，啊，即钱咧吼，我好咱家班呢，咱圆通法师啦，啊，即负责招咱家同修咧，面顶即咧，来甲擦擦咧，啊，下面什么色个啊？完全，色色，个性。灰色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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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灰色的
啊，对啦，你到时若想要白白咧，嘛会伤厌。嘿嘿，啊，遐恁啊，咱只委员会呐同意，啊，我会联络我主教伊啊，只负责人来甲咱参，啊，无紧，我甲你参哦，无紧啦，啊，你好，无紧啦，我做你讲掉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委员会啦，啊，好好好，委员会啦，啊，都甲福德政府咧讲了，我想要。做一下工地，还做一下，啊，就还来着。你俩说哦，来拆，啊，就咱家咧看人拆。啊，啊，是讲你委员会叫人拆，看来是，就是是，我才提来钱，提钱来嘛，三块，好不好？三块，好嘛，啊，哎，啊，要还刚刚讲解基础的位置，像对面那遐悬的，哇，那么高，啊，那些风景是足水的啦，啊，但是咧，这水叫做斜飞。斜飞啊，哇！更加过来，水就斜飞水，啊，会趁钱，会来会趁钱啦、啊，啊，可能有其他无中生有咧，会较济，哦、啊，风景水的啦，风景很漂亮，啊，哎、啊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到清觉寺，清觉寺佛寺的那明定师傅较早嘛伫啊，啊，落伫啊，迄个拜，法华庙，法华经过。啊，拜六三万六千块尔，啊，三万六千遍啦，三万六千拜，好、啊，那以后恁若想讲要像咧修行的吼，也可以，我也开一间给恁拜，哈哈哈哈哈，主修，啊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到上面好，师父各位阿弥陀佛，我们向土地公行三拜礼，啊，各位同学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今天来到清觉寺。这块佛教圣地，啊，这是一个好宝地，也叫做回龙故祖、回龙故祖。啊，回龙故祖呢的地理宝地呢，就是万水朝中、满水雕中。啊，你这啥呢？我后面都多难看啊，免啦。啊。就是万水朝中，啊，你看咧，向着这些来水，万水是什么万水？万万七七就汇集的所有足侪山的水，抓对这个资本，啊，资本是要溪软，这个万水朝中什么中？佛中、佛中，以佛为中。啊，叫做万水朝中，啊，这点是啊，佛教在台东方面呢是一个大宝地。啊，那万水朝中呢，啊，山，啊，那高下来的一回回头叩欢桃，啊，叩欢桃，啊，那么朝中的水一定要龙沙来水，什么虎沙。水从湖出去，叫做回龙故祖。若是水从龙边过去，你后边后边的山就恶哎，来龙的时啊，啊，那么向出去向过去的时啊，后边就恶哎，好、啊，那么咱大大袂了，佛事嘛袂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的龙。从龙沙的水，龙沙来，龙边龙沙来，又回环头，回头看到等于看回去，坑门开门开水，那叫才是真正的万水朝中，回龙故祖。阿伯，你若学习看得哩，哦，一个哩，一定爱对龙边的。龙水来，龙山来，哦，啊，假使讲好山来的，绝对不会万水朝中，那就出枭雄，出枭雄，在南投集集。当时呢，啊，杨贵生、杨文官，咱的地理祖师，嘉庆君叫他来台湾看看嘞，啊，他到集集的时，啊，伊就去拜地理。迄、那个
山上别水口。啊，今天可能真暗无日嘞吼，无我想要带恁看避人。山上别水口，山啊人求的地理。哦，那明天呢？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去看？是不是？嗯。啊，是。那我明天一定带人去看。啊。啊，这个万水朝中呢，一定爱龙，一个哩，接起龙沙来，向回去的水，才叫万水朝中，回龙护主。啊，那么我们龙山龙的山来，啊，水湖水来，山与水相伴。龙山龙与水龙相伴，山龙是阳龙，水龙是阴龙，阴阳二龙相伴，安尼就对啊。哦，那本来我们的龙山就要高，假使讲你在对面的山，可都在虎山来、虎山来，结果水呢，水呢是龙水。虎山阴阳颠倒，出的人是阴阳人，啊，这些人做事业所遇到的人呢，吼，拢乌龙蛇道，包括你家己嘛乌龙蛇道，是吧？啊，咱就讲乌龙蛇道，啊，就白乌龙啦，就乌龙蛇道啦，听懂吗？哦，这个呢，道理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要懂得山河大地，他在这里，山河大地自然保。好好的呀，他也一马不搞的欺负，你要自己去选择。他有好了有坏了，给你哦，就整个太极，哦，有阳有阴，有好有坏的，让你去选择去选择。你要选择哪里？我们要有智慧。所以恁若找到一个真好的厝住咧，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功德无量。若是选一个位置唔对的所在咧，啊，结果咧，我们事业做不好了。拖累朋友了，啊，是讲哪里，给他出的作派，伤害到社会的安全，伤害社会安全，啊，现在做水果啊，懂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这个资本，这个地方就是底部呢，啊，以知为本，知行合一嘛，要以知为本，以怎样为本，以智慧为本，就是以佛智为本，佛智为本就是资本。Thank you.